真是真的，我不相信。公子请。这哎，公子，冰封会失的苦中万分，想你将此情如是说出吧。当初按照计划，我本欲暗探烟道，不见一道可疑阳光自烟道窜出，中王察觉有异，急追一行，不料猝不及防，阳光急更生，恰是风波。中王惊转眼，凶手既然自烟道出来，一定是烟道的人。这点我自然没摆渡。本要不用无人阴谋之作，公枪可有何敌定？恰是算风，风枪以一剑轰天，有行事之策。风雪却又不禁凶动，难以断定是何家伙杀人。看来只有眼见为凭了。公子，为我一行血案东张，地兵老龙家生。第一，全力抵送；第二，我计划两张票。公司就如还你多加费心了。人生之中，阴阳两极，就是不快花费，我的平衡。想未到咱家的中风竟是如此短暂，我枉为人妻，就连你的威骨也无法替你保存。